戏，欢迎史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快乐滋味的游戏节目，我是泰迪，我 Has。那么刚才我和 Has 录过一期塔瑞亚，这回我们来一期我的世界。行，那我 你来创一个吧。我来创一个地图。嗯，就是我们来创建新的世界，创造神奇宝贝。对，更多选择。世界默认，奖励箱开吧。奖励箱不开，因为我们创建新的世界。创建新的世界。快点来了，你选什么？我选小火龙。好，对局网开放。等会儿先暂停。我知道，对局网开放。作弊开，作弊，然后创造。好，创建一个局网。五六七五八，加入。等会儿，我正这怎么按什么键是把小火龙扔出去？二键，抓！人家可是伟力呀、啊，伟力有什么用？点一下，你要点一下左键，变圆，他防御力提升了。我还是照样小巨鳄，让我哇。这么大的蛇，你要不要抓？我才会不会、啊。你抓样小看看。你要不要结尾龟？结泥龟吧。结泥龟。你那边字显示不清楚，我就有点那个，我就有点看不清。OK。这尾力快被我弄死了。哇！一下打我这么多。快死，不然我要撑不住。你已经撑不住了，他红血了，不要打死我！点一下，你死了，我死了，哈哈哈哈！谁对你惹一个那么高级的伟力的？小红铁炉，46级的大蛇抓一下，大师球在哪？我抓，高级球，大师球，抓到。抓到阿帕蛇，哇！阿伯怪，31级，必中！耶！你抓到了，电击兽！哎，怎么切换出来？好了，现在你是运气也太棒了。上来就一个红房子，这能骑吗？这不能骑，这骑不了。嗯，我也看到红房子，这什么？这大威力吧，好像是。这不是大威力，飞的我需要吗？你创造随便飞，你还需要？再说那好像是大王眼，飞不了。好像是一种 boss， 哦，那个喷火龙好像是，不对，我看看，军舰 boss， 啊，罕见，我来跟他打吧，我有高级的，你先别动，我有高级的精灵，我抓住他41级，摔，直接秒，我天，那我还是算了吧，哇，这什么？47级的你要不要来抓？47级的这个等哪边？等47级的我抓了吧，因为我现在46级。你看我在空中扔，这个我已经抓到了。抓！这个是我扔的，这是我扔的，好吧？你那个是46级的，你抓上。现在我有两个主力。抓！成功！大师球抓什么东西？下一个。等我去那边红房子。红房子在哪？我忘了。不会记坐标就是不好。不要往
往这边飞了，这边是海边。我也要去找红房子了，因为我两个都死了。呵呵，我只死了一个，我只死了一个金龟。哎，奖励箱，道具箱，获得一个极地犬，什么玩意儿？可以装备在这里的极地犬。什么极地犬？耶、我获得一个可以装备的东西。等，我看这好像还有奖励箱，啊，不是道具箱。哦，没了。耶、获得个超棒的东西。棒啥呀？这么小，逗我的吧？不管什么。沙漠蜻蜓，48级的沙漠蜻蜓，我抓你。那边有大雷弹，顽皮雷弹，耶、抓到！bang bang， 42级，46级，我乱抓。你应该占优势，我觉得。他打我不费血，我打他费血，好牛啊！水枪喷射。他雷系，我水系应该克他，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嘟嘟破坏光线，哇，秒了400多经验，哇哦！大雷弹被我秒了，1000多经验，精灵球球座全部扔掉。我1000多经验，我46级，我找到红房子了。你在我 TP 你，我开。哎，这咋 TP 来着？我都忘。来来来，TP， TP 你已经输了，你怎么不搞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在 DMC 来了，菜点在那边，这里要床。哎，我们记个坐标。菜点，我去。我怎么不能动啊？嗯、对，你吃的时候就是不能动的。我们来记个坐标。记个坐标。坐标，坐标在哪记、啊？是这个吧？拿张纸记。妈呀，你还要拿纸啊？我看到一只阿伯怪，我去抓它。好，你给我拿张纸，就这张就可以。让我看看啊，这个这地方。25级的。你抓，你白抓了你！沙漠蜻蜓，我看看啊，这的坐标是哪个呀？我抓住了一个，这是什么？超音符进化的，这应该是。哎，我看，这点错了。丢什么丢？让我看一眼。我跟你说，你40级，你可打不过我。我48级的母科鹰已经很大嘴符。我48级的沙漠蜻蜓也很牛，好不好？你沙漠系应该是土系吧？我这嘛，沙漠蜻蜓也能骑。哇，那你牛！喷火陀，喷火陀，我不要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一只小怪，16级的。我要去打个什么级别高的？我要去把。我的可达鸭升级，这有个，你一下子就抓满了，那你神兽还要不要了？神兽还没刷呢，等刷的时候你就没地方了。那你抓怕啥？咱有 PC， 随便拿 PC。小圈是这么牛啊？小圈石还牛啊？一点都不牛，好不好？我只费他这点血。那是挺牛，是挺牛的。对呀，我可以随便进化呀，直接死我一个水流喷射。那这些，等会儿 TP 你 ，TP 太50级的，抓你，我发现的，由我来抓，我看到，耶，50级的抓到，你这么牛啊，耶、大狼犬，耶。这有卡地狗，你要不要抓？要要要，我来抓。这有两只，
你等会儿，我踢皮。这有两只，来，我抓一只，我抓一只，你抓一只。哎，你抓不了呢。好，我也抓住了。然后我需要尽快拿出我的电脑 PC。我你得，我得拿出我的电脑 PC 了。我也得拿了。进化，好。哎，电脑 PC 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在装饰里面，装饰里面。哎，没有吗？耶、yeah, 卡地狗进化完毕。哦、oh, PC 直接在这个工具里面有的。妈呀，费那个劲啊，好惨啊，咱们好惨啊。 PC 拿到，等会我好，这回不怕神兽没有了。哇，快救火，快灭灭，快救火救火。卡地狗是火之石对吧？对，着大火了。我把五级的卡地狗换掉了，25级的不是，然后我先把卡地狗存起来吧。卡地狗你别乱跑，45级的大狼犬。好，卡地狗已经进化呀。卡地狗9级，卡地狗喂，帅不帅？我就问你帅不帅。很帅。哇，风速狗我杀小偷干掉。哇，杰尼龟6级了，杰尼龟7级。风速狗太牛了，能不牛好不好？但是我得把风速狗升经验。这31级的风速狗5级能打过吗？我还不要做了。这那是银幕魔人。这多少级？这么 Q 还29级，这都这是月影娃娃呀、啊？怎么21级的伟力？猫又斩，还伟力呢？哦，对，猫又斩。又一个小皇子，我要治疗。这张纸拿走吧。猫又斩没用啊，我知道呀。我要可达亚，我就可达哥达亚来对付他。乱抓，到底谁输谁胜？瞪眼。猫又斩被我弄死了。好的，你小火龙也6级了，10级的阿波蛇。小火龙我6级意思吗？我的也6级了。小 Q 干掉。我拿电击怪，我得升下级。34级的火一步，阿波怪。25级的阿波怪，来一张。小偷，干掉。电击一闪，700多经验。电光一闪，我死了。18级的这个，我要团灭了吗？姆克他先放出了小羊，小偷干掉了。高速攻击。火焰鸡，高速移动，说错。我翅膀攻击，直接死。火一步35级，挑翅膀攻击，直接还没死。火焰咬碎，好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大
大葱双蛋瓦斯，我小偷干掉翅膀攻击，他怎么那么多怪啊，翅膀攻击咬碎干掉，哦他终于死了，六尾垃圾战翅膀攻击，六尾有这么牛吗，点到外面了，34级阿伯怪，我换个人跟你打。沙漠蜻蜓六尾累我，好你个六尾，破坏光线，好，水枪喷射直接死。卡地狗35级，哦，他35级的卡耐，水枪喷射，我天，33级的破坏光线。33级的卡地狗干掉，1000多经验，这我还不升级，这我没升级吗，你没看错，确实没升级，哦我坚定龟7级了，18级的来呀来呀来呀，来个水枪，等会儿我得再拿一样东西，好，水枪一个就走。嘿，沙漠蜻蜓，要不要我们来毒针来 PVP 一次？治疗仪，吵闹，我拿出了治疗仪。对，你看治疗仪。哦，这治疗仪需要进城采集才能把它弄下来。对，这个杰尼龟8级，很棒。治疗仪在哪里面？治疗仪就在那个工具里面，对，这边，哪个？这个，这个，对，治疗仪，很棒。小火马，我是要那什么，这什么玩意儿？25级，我再来个训练师，先电击怪上吧。什么玩意儿？电击一闪，电光一闪。他是可多拉，不是可达鸭吗？这吗？啊，这我的。对啊，大龙，自然之恩，失败了。撞击，鸭嘴火龙。天天想起可多拉，可多拉这么牛，42级的鸭嘴火龙跟你打一仗，鸭嘴火兽啊，咬碎，得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哇，咬碎，干掉，1000多经验，这我都不升级。这你也太坑人了吧！喂，我得换我的48级母科鹰。翅膀攻击，这还不死？翅膀攻击，呵呵。翅膀攻击，这还不死？呵呵。翅膀攻击直接死。又来一个21金属怪，有鸟攻击，换掉吹飞，是我找到49级了，我49级了，跟我只差1级了，我直接秒21级，我那个有鸟攻击，那有什么牛的，我也可以秒啊，我可以秒30级，那有什么牛的，1000多级，这完，我找到村庄了，我的，等会我踢劈你，我的那个母克鹰已经49级了，快50级了，哇，哎，我们拿点那个你说的那个神奇糖果吧，神奇糖果未必有，你找找看，我先在哪里面的，你觉得，我觉得这里面有吗，你先拿出照
嗯，等会儿我要拿一样东西，我跟你交换，所以我要拿出交换机。找到了，等会儿你过来，我给你干嘛？你要拿弱的跟我交换强的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要拿我的49级姆克鹰跟你交换那个48级的沙漠蜻蜓。好，49级的我。对啊，我有50级的。沙漠蜻蜓，姆克鹰，怎么交换？好，交换完毕。我看你的沙漠蜻蜓。沙漠蜻蜓可以骑的，可以骑着飞的，空手。Q， 帅吗？好帅。人呢？我怎么找不着你了？我找不着你，我怎么给你看？哎，不是有照相机吗？你照出来，我拿照相机给你照一个。照什么？照你骑沙漠蜻蜓的样子啊。来，照出来，来飞起来。等等，就在这儿，别动，等，别动。嘿，拍下来了吧？应该拍到哪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拍下来了。姆克鹰不也行吗？从天而降的英雄，干嘛？我才从天而降。姆克鹰起飞，鸭嘴火龙啊，不是火兽。44级鸭嘴火兽，这又有一个只沙漠蜻蜓啊！45级鸭嘴火兽，我想跟你交换回来，我想跟你交换回来。这，因为我不需要沙漠蜻蜓。咬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一只沙漠蜻蜓，那只沙漠蜻蜓有你高吗？在小偷，你打完这个回来跟我换吧。51级。快回来跟我换，交换机呢？等，我已经开始了。这只沙漠蜻蜓45级，没我这个高啊。没事，姆克鹰，准备交换。好，哦，换回来了。你那个姆克鹰上面自带那个极地犬的，我装的。什么极地犬？就是你那个，那自带极地犬。谢谢，是我弄的。哎，你还耍赖？怎么了？要不要我把极地犬给你？你全装备上。随便。我才不要呢！你要把那么多放起来干嘛？哦，我也要放。屁事！我要把没用的全部放起来。我要把沙漠蜻蜓拿出来。等级目前高的应该就几个。OK， 放完。然后我们每人挑一间住。我们创造怎么可能要住呢？我挑这个红房子。我才不要住呢。你不住拉倒，反正我要住。然后机械铁针也放这里面。这谁呀？机械铁针。我卖一下钱。交换机也放这里面吧，机械铁针，精灵球，我交换机好大呀！那叫出售，知道吗？金钱克隆机，这有个克隆机，克隆机应该是可以克隆那个的，放入梦幻，然后克隆超梦，对，就是这么的帅气。
我要啊，我也没什么可买，我有2000多钱。万能粉。哎，要不你找一下那个什么神奇的糖果吧。我能找得着吗？在背包里。自然生物。我看这铁匠铺里有。啊，不要。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有用的东西。没有我想要的。我就住这间吧。神奇糖果。神奇糖果。神奇糖果长什么样的？就是糖果样。这不是我的吉利犬吗？嗯，有吗？这里面再仔细找找。这里面没有啊。那你再其他的找找。等会我先把我的这个什么宝可梦奖励道具里面，哎，这是什么？什么是？我的房子呢？我的房子里面摆满，我的房子的里面怎么了？早知道就不放它了。我的房子呀！算了，我另找一间吧。垃圾桶。我住这一间，这一间也蛮大。22级的小拳师。用鸟攻击直接秒他，还没秒？那必须。52级的，抓他！这玩意儿你看看，先看。我抓了不就知道了？这么冲动！这什么？你完成一个程序。对。熔岩蜗牛，它叫。熔岩蜗牛，但我的土狼犬，我的大狼犬能骑吗？我看看，说不定能骑啊。当然不能，骑不了。小个的一般都不能骑。金鱼网，怎么就不放鲤鱼网呢？这直接秒。你还需要鲤鱼网吗？我需要把它升级成暴鲤鱼、暴鲤龙。哦对，既然这样的话，这吗？13节这是什么？熔岩虫，熔岩也能有虫？又点到外面。是，你怎么老点到外面？我点到那个镜头了。这，来，我下海底去找鲤鱼王啊 ！Q， 你下海底去找鲤鱼王干嘛？我母科鹰说不定快升级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全部叠叠。我母科鹰快升级。水之石，交换者寻找给他猫老大。猫老大，换到了吗？似乎并没有换到。对啊，我看到你。等，你先别动。几级啊？20级，升级不快。刷刷就行了。26级，打他吧。自我再生，哦，自我再生可以，可以把血量恢复满。我天，你也有治愈系啊！走你，又躲避攻击，我天，这两个砖呢？哦。我这个系克他的系，三地鼠一家，直接死了。哇，不跟你打了。我五颗鹰50级了，来 PVP 一场。确定？等我治完。我也要治。嘿，我治。来 PVP， 等会儿啊。PVP 完，我们这期视频就结束了。好，来，你在哪儿？我来了。我先放，我挑战你是吧？好的，来，我接受，接受，来吧，我先来。有鸟攻击，请上人是什么意思啊？嘿，请
请稍等一眼。我要请稍等。你躲避了，自我再生。翅膀，攻击。又稍等。好。回血。Oh no！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嘿。沙漠蜻蜓。你不要放这种无赖的，可以吗？这是我抓到的。哈什么哈？你可别忘了我会回血哟。自我再生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吧。快游戏，快点击。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拜拜。